大家好，今天办一件非常重要开心的事情，宝宝的满月酒。今天请了大概六七桌的客人，都是亲朋好友。你看这些朋友兄弟姐妹们都在开始帮我们忙了。找个位置坐下吧。哦，不用，我们自己去坐一下就行了。那我喊叫吴建宇，交代你们吧。好。又不是第一次来了。那也是，你们辛苦了。吴建宇，交代阿丁他们跟位置坐一下吧。好的。哎呀，宝宝，今天你的大姐的日子哈，你看好多叔叔阿姨都来看看你，我们装漂漂亮亮的，吃个面食蛋糕哈。
木子端起来肯定得乐了，会不会呀、啊？哎呦，好了。爷爷，哦，好好好，不不不，嗯，不不，嗯 ，Hello， 好，妈妈也收拾一下，我去擦去了哈，爷爷。好了，我们去看看宝宝。准备好了没有？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。哦，宝宝小可爱哦，像这个小龙女哦。哎呦呦，不过，今天这么可爱。哎，对了，小龙女。好了，我们去外面招待客人了，这里来来。爷爷，好的好的，我们去招待客人呀嘛。我这做，猪蹄来喽！来，来挤一下。这个是面条。啊，那是面条。嗯。来，大家看见吗？看见了，都看见了。这么好看，只是一个。对，梅姐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梅姐很开心啊！哇，这么多人，好多都是亲戚朋友，来，小伙伴们，直播。他们两个是姐妹，这个也是外甥，肉丝说什么？听见了？啊，这么大船。今天是给他鸡做满月酒，哎呦，蛋糕，漂亮漂亮，祝宝宝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，哇，开心，开心快乐，爷爷，爷爷，赶紧戴上你的帽子呀，好，给他点个蜡烛，好，那我给他举个烟，他还小不会举个烟，好，嗯。好了，我吹个蜡烛。啊，哎你大爷你大爷。哇！给他们打个招呼，你们嗨。哇！啥子香味？那我们接蛋糕，给大家吃吧。我去弄一点给月月脸上，脸上，额头哎，弄额头嘞，是哪里啊？还得额头，还有，那个蛋糕的碟子，这很好吃。漂亮，月月我们俩好不好看？我问你，看好看，月月切蛋糕喽。小姐哦。哇啊！我第一个来啊！我最大，我表姐呀。对。哇，那他们搞这个，哇，谢谢。来，你们有梦，那我给你撩点就行了。哥，那，哦，谢谢。要不要？来，我来了，哥。你先。我去分外，那个找说呀。啊，我还叫我爸，还叫我爸。给我妈打的吧，让她盖着新贴给月月。这么开心哦！对呀，请外婆嘛。啊，对。今天本来就是请月月来请外婆的日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今天是请妈妈。那最好。我叫妈呗，担心啊不好。来，过得去。轻一点。小田，你还记得吗？轻一点。你记得吗？为什么我妈带你这么担心啊？今天中午就好了。Hello。
嗨，喂，嗨，罗梅，罗梅，我就是，过年就是被盖给我盖得了奖，盖得了五子爷。后面那个，这里还有几个字，这个哎，就中文。哎，过年干爹爹。我妈说，她希望月月每天开心快乐，那个长大了有时间的可以跟吴珍那天一样的回去看看他们，这样。必须的，长大了，长大了必须的，要去了，要逛一下。对，得干这么开心。开心。然后我也看看我的站起来喽。今天那点他笑了，我们那边也是外婆婆的，还找有马用那天外婆不早说，外婆婆的就是说这里，我以为你想干了半天干了再见，拜拜妈妈。姐，好好好好，我说我怎么听到声音了？是我姐啊，姐啊，在边上，在边上，这个是我妈，在边上。